不建议你们逛哈尔滨菜市场，好吃的太多了，进去根本出不来。酸奶糕多少钱一个？31个。这都有什么口味的呀？要个玫瑰豆沙的。这个怎么卖的呀？还要两个吗？起码买4个。那一样来2个可以吗？然后再要5块钱的南瓜点心算钱。刚出炉的真的很好吃。香香嫩嫩的，吃起来有点像铜锣烧。这炸酥肉怎么卖的？不可以，后边排队啊。哦，好。要20块钱的吧。也没有很好吃，感觉有点咸，然后排队的还很多。又买了这个以胖的油炸糕，里面是玫瑰豆沙馅的，可好吃了，甜甜糯糯的。这个菜市场里是2块钱一个，买了2个，花了4块钱。你好，要个东北冻梨汁儿。冻梨汁儿，好嘞。多少钱一杯呀？15。喝起来很清爽，挺解渴的。东北的烤肉真的好大一串啊！老板，这是什么糕啊？这叫年糕。年糕，来一块吧，够吃的。行，那要一块吧。哎，阿姨，这个，哎，年糕包啥馅的？啊，大豆馅的。都是大豆馅啊，都大豆馅。那一个颜色来一个吧。好嘞，我21.2。你好，要一个东北大饭包。没有个鸡柳，那要。就这个。哦，对。这是梨子。哦，梨子。这多少钱一个？6，6是18。6元。要一个巧克力麻花。不是巧克力，那是天津大麻花。天津的麻花，有巧克力的麻花吗？1块钱。好。真的是很扎实，很扎实，很扎实的一块。口味吃起来有点像奶枣的外皮儿。看着牙印就知道有多扎实了，奶味很浓郁，超大一个驴打滚，我没有让它切，是玫瑰豆沙的，就很 Q。这两天来的东北口味都变了，就很喜欢这个玫瑰豆沙味道。这种鱼打滚一层一层的就很好吃，我喜欢一层一层的接着吃，我感觉切成块的不如这样的好吃，它是又糯又有韧劲，看着这个就好吃。上面有蜜枣，然后中间是层紫米，两边是黄米，甜的真够精致，我的最爱。口感很湿润，吃起来滑滑的，一点都不噎，就很好吃。这个是东北大饭包，口下去全是料，里面我加了茄子、里脊，还有辣椒。黏黏糊糊的，巧克力大麻花真的好大一根呀！它里面是有巧克力酱的。这个冻梨水分超足，在哈尔滨可算实现冻梨自由了。这个是冻柿子，等缓缓再吃，还冻着，还挺硬的。吃起来很糯，但是不甜。这种新鲜的粘豆包比网上买的好吃太多了。哈尔滨真的不冷，冬夏都可热了。我还穿了特别多衣服。